北部也有碳煮奶茶了，逛夜市看到马上买来尝鲜。下方使用炭烧加热，因为进口问题，原料都需要干燥成分，搭配梨牛奶粉，完全是没有喝过的味道，光经过就能闻到香气，但需要时间熬煮。如果你是奶茶控，那真的推荐你来一杯大漠奶茶，温度冷热都可以调，茶香奶香都很明显，还有淡淡孜然香气。快到三和夜市喝喝看吧，这里是大漠碳煮奶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有看过，可是排太多人了，还没买来喝。第一次喝的时候还在跟男友讨论到底是加什么香料，原来是孜然。饶河夜市也有，不过做一杯真的酒。身为三重人的我居然没发现这家新店。今天人也太多了吧？不是啊，你带西门町 NPC 来找吃的，我会不知道就对了。西门町最便宜的饮料店，最便宜就在前面。十元的饮料哎，那我们今天来拍片了，老板。他手泡茶，手泡茶，金萱手泡茶，炒茶就不加糖。对啊，奶绿加珍珠多少钱？他这个很便宜，奶绿才20哎，加珍珠也是10而已。我是最喜欢用那个机器打的都是气，喝了一肚子气。而且你糖都是用蜂蜜，对不对？外面的那种糖都是那种人工蜂蜜的还是天然的？真的，这个金萱超香，不会涩也不会苦，超赞超爽。啊，老板要请、哦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好，客气，好，谢谢。你怎么才算20？不给你拿钱，你都不要。谢谢老板。这奶绿加珍珠啊，很好喝，蜂蜜太加分了。外面奶绿加珍珠，要不要个60-70？这30而已。这一间大家一定要用新台币制裁他们。对，推荐给大家，95乐府。记得来喝。这个阿姨已经在基隆做了40了，夏天就是卖蜜茶，冬天就是烧仙草，而且这些料都可以自己自助加，看你想要加多少的料都可以，这些料全部也都是她自己煮的。哎，你们有吃过烧仙草自助自己加料的吗？在基隆的仁爱区仁善路的路上有一家小摊贩，这个阿姨已经在基隆做了40了。夏天就是卖蜜茶，冬天就是烧仙草，而且这些料都可以自己自助加，看你想要加多少的料都可以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烧仙草一点都不会死甜，这是古早味的烧仙草，这是阿姨自己煮的，这些料全部也都是她自己煮的，你真的要加多少都可以。大概3-4之后，阿姨就会推着她的摊车出来，然后傍晚的时候就会超多人在排队，大家记得有经过要来吃哦。